饭就放在你们院子里，你们自己吃自己的，不用非得陪我那么拘束啊。是夫人。看来我快要抱孙子了。婉儿的话就跟我的话一样有分量，谁要是不尊重他，就是不尊重我，听见了没有？姨娘啊。什么姨娘？侯府现在没有正夫人，叫小夫人。小夫人啊。义儿，多加点菜给婉儿。谢谢大人。对鸡蛋过敏，这你不知道吗？那都是小时候的事情了，现在都好了。来，没问题啊，特别好吃，来，再来一口。婉儿，你也自己吃。好。你喜欢吃什么菜？告诉我。到时候我叫小厨房帮你做。我不挑食，什么都喜欢吃。哎呦，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重要的公文没看，马上去。哎，你饭还没吃呢。那我也去看看大人。好，你去看看他。哎，到时候你们吃的饭我叫人给你们送过去啊。好，夫人。没事吧？怎么脸色这么白啊？你真是鸡蛋过敏啊？啊？小时候吃鸡蛋就腹绞痛，哟，吃的之前差点送了命。我去找大夫。不！哎呀，都跟母亲说没事了，你现在去找大夫，吃碗冷馅儿。我那人。能扛住吗？喂！哎，醒醒啊！哎，杨毅，真是牵肠挂肚，如胶似漆啊！啊，松罗，把饭放在这儿，不要打扰他们。好，是。我是说，以后啊，饭就放在你们院子里，你们自己吃自己的，不用非得陪我那么拘束啊。是夫人。快要抱孙子了。